不能达到解脱的境界，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因为还存有贪嗔痴的种种情绪起伏和执着。悲愿大的人，智慧也会比较大，因为当你关心一个人，体谅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时，你就能从中增长许多智慧。我们可以从孤独、寂寞中淬炼出智慧和解脱之道。没有对事物有透彻的观察，就会引出人性内心种种的不安与自卑。唯有通达事理的人，才能对治人心的脆弱面。当我们一无所有时，便没有什么好失去的。然而事实上，我们是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但却设计成有许多东西可以失去。这种感觉乃根植于我们的恐惧，恐惧孤独，恐惧改变，恐惧事情无法解决，恐惧自己不存在。人们一生大都是与世沉浮，在追逐感官享受当中度过，即使为此付出严重代价，也在所不惜。人生的烦恼，大多在于知道的太多，而做的太少。
生活是苦还是甜，完全是个人主观的感受。各位慈悲的菩萨，生命电视台也成立了一个台湾救狗协会，目的是要救那些即将被杀、被遗弃的、即将被安乐死的这些可怜的乃至生病的流浪狗。目前在北中南几个护生园区里面，总共已经超过3000多条，每一个月的开销超过130万台币。要非常感恩很多菩萨不断的关心，但是各位，这是永恒无尽的慈悲的工作，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护持，不断的关心，让这些狗狗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家，幸福的生活，将来安享天年，得胜净土。感恩各位，一定要护持台湾救狗协会，救这些流浪狗。阿弥陀佛。让不舍悲怜化为积极救护，邀请您加入台湾救狗协会，给流浪狗一个安心的家园，护持流浪狗饮食医疗。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湖边辽阔的天空，洒下何许的阳光，缓缓照耀着牡丹，让人感受到最真实的生命能量，得到无限宽广的舒展与延伸。没有亲见我莲师的未来五浊恶世众生，沉沦于无明黑暗时，我的法相将能成为如向导般的明灯。莲花生大士，藏传佛教的奠基者，其以强而有力的悲心和智慧，在迷茫的娑婆世界中，为众生开启正法的光明。身因无明愚痴而烦乱的内心，不断遭受各种内外的违缘与障碍，即使发心修行，也难以具足圆满的功德。然而借着不断地呼唤，虔诚地祈请，直达天际，终将获得莲师的加倍与垂顾，带领我们无畏地步上菩提大道，便让浩瀚的正法之海永存人间。我们在这边绕塔，那想到其他的国家好可怜，他们没有佛法的加持，这边有莲师所有教法的加持，所以不管我们乃至那个仪轨，那个欧盟里边没有点个灯，做个烟供，要祈求我们慈悲的不丹这个大寺庙来加持世界每个角落的众生。特别有很多动物被杀，有很多小孩子被堕胎，有很多得癌症非常痛苦的人需要得到佛法的加持，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金钱合起来都不如佛陀一句教法、一句咒语的重要，所以各位非常非常的幸福，所以能够生在不丹这样的一个佛法的加持地，
也希望能够把不丹的佛法的力量慈悲的布施给世界每一个角落。这缕环绕庄严的便是圣像巍峨挺立，例如不丹人对莲花生大师那无比的敬仰与崇敬。不丹的法师僧众为感恩慈悲的海涛法师以及所有常年发心参与莲师圣像兴建工程的大德们无间断的护持与赞助，以宁玛派为首的当地僧众特别联合举办一场祈福感恩法会，并进行庄严的供僧仪式，为坛员们慈悲回向。情不断地流转生死，由于无始以来的愚痴与无知，众生在无止境的善恶业中迷惘堕落，饱受轮回之苦，带着满满的死心悲怨，海涛法师率领大众广作施食与慈悲烟供，坚持着菩提心，为的就是希望回向整个世界，帮助所有众生，皆愿就近离苦得乐，一起步上正觉之路。我们大家都心里祈愿，愿在世界的每个国家每个地方都有莲花生大师慈悲的教法，愿我们把慈悲的心化为真实的行动。我们希望不丹的佛教成为世界的佛教，国际的佛教，也更希望不丹能够培养出更多能够讲中文能够讲英文的上师，其他国家的语言到世界去弘法，这是我们最大的祈愿。那是一股希望，是念念与众生广结善缘的慈悲心愿。菩萨无论到哪个地方，都愿与在地的一切众生结下菩提善缘，愿与每一块土地做最深刻的连结，没有停歇，也不会休止。愿灯具成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愿灯座仅成须弥山王，愿灯油仅成汪洋，此灯之数一盏得现于每尊佛前，愿此光明消除山油顶以下无间地狱以上所有无明之黑暗，愿十方诸佛菩萨之净土见得显明境界。高擎法具怀着诸佛菩萨的无边大愿光明，将划破众生内心无明的黑暗，祈愿点亮最深处的般若之光，遍照十方世界，直到永远。